社区这个是制作花生糖跟巧克力花生。时代的快速变迁，科技进步，社会结构变化，人口流动等等，改变我人交流跟生活的方式。这时社会活动的品质提升就非常有价值与作用。来哟，比哥，耶一个。咱的叶哥因上传 FB， 哎，来拍姐姐好，嗨，哎，很棒哦，等照到你啦，创新的活动形式，数位化社区活动加上现实体验，让不同背景的大家有了互动，促进融合跟提升社区的凝聚力。大家的努力也使社区更能够紧密联系，促进融合也是分享喜悦的地方。